雨慧今天很认真，为大家准备了很多非常棒的作品，我相信要帮你好好唱满。这首歌叫 Die For Me Baby， 11月2号要发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昨天有看这首歌的那个 demo 给我听，我就说这首歌会中哦，会红哦，大家一定要支持哦。9点钟整。手电筒打开，记忆里的对话就像打开，关上脑海里的画面。左边的朋友不理我吗？渐渐掉不完美真的那些言，不需要出宝宝贝将会在11月2号正式数位上架，以及 MV 花了很多。